耶耶耶！来吃饭。我听说这一间不错哦。是啊。嗯。我看一下。那你要吃什么？嗯，我今天吃一点特别的好了。就是素食嘛。这个嘛，哈，哦，黑和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也不错。卖 gay 啊，你只能在那边。哎，它的笔好可爱哦，是仙人掌哎。不理人。不理人，不理人先生。好像还要等很久。欸，他这个是锅边素，如果他的汤底是牛骨，怎么办？可以。我不要问。坏西人就是他。评评理，你评评理。我只是给你好台阶下而已。不用，我不用台阶下。你就这样子扔头轻骨。那个是不骨头论。那你跟我讲，我们如果说不要嘞，然后那一锅你就吃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到底要我吃多多啊？反正你这么瘦，对不对？传说中有六块肌的啊，嗯，而且那么瘦，你看这边你都瘦下来了，你看，你笑一下，你笑一下，都凹陷了，好可怜哦。好瘦哦，知道就好。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啊，我们来回味我们以前好不好？你刚刚笑一声是不是？很好笑的啊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刚约会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忘记了。你还记得你的表情吗？忘了。你看着我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哎。你知道你是这样的表情吗？你说。很生气。你现在有办法吗？那个叫有没有很深？然后呢？你的神奇狂狂。好不好啦？你看，老天爷都下雨了，为我们的感情而动容。我脑死了。你要那什么酱料？真的、哦？我去再加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试试看，不过一天那个肉松一碗，知道这是什么？好吃吗？我觉得不错，这个酱料，我给它90分。那这个嘞？对，五味增酱哦，五味酱那种的。然后这个是你，另外这个是加葱油，绿绿的那个。不错。干杯。口感如何？很好吃。好吃啊、哦？那你点什么？很加分。啊，汤头嘞，请评分。对，专业时间。对，等一下，见真小是哪一个食材？是吗？请给分。3分，35分。我是老人啊，老人是不是三好不好？三分听这些阿伯。嗯。那这个三，我不懂，是哪个三？那三是什么？可以跟我讲一下，为什么要比这样？三不是这样吗？
你的世界太复杂了，我要停止访问了。哎呦，真的耶。来，请评分。你的是什么锅？太羞掉你了。素食锅好吃吗？真的吗？因为它松饼，所以很好吃，是吗？来喝个汤看看。火锅就是最重汤的嘛。我这个也是蛮清淡的，而且它食材都没有什么素料哦，它素料很少啊，就是这几个，这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还有加这个，没了，我觉得不错。哎，没有加工了，对。你最重火锅什么？你吃过最好吃、最必备的条件是什么？跟我一样。我们家老爷的重头戏就是饭后甜点。这么严格，那这冰淇淋 OK 吗？重点就是好吃。冰淇淋今天吃什么口味的？香草巧克力。不错，杜老爷爷的。杜老爷的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有瞄到。不错，不错。有些冰淇淋，有些冰淇淋真的是太……天，我怎么都会觉得我讲的太卡。你好像吃的东西都喜欢有点湿润的，我发现。什么豆花啦、布丁啦、啊、你很少吃什么干的饼干，很少，你都喜欢吃有点 QQ 的啦，麻吉啊。可是通常那你选择，你都是吃布丁、豆花、冰淇淋、雪糕，你也很少吃那种很硬的那种冰，很少。那你喜欢吃冰吗？嗯？手很短，手很短的成熟的大人，手很短，拜拜。好，总结。总结。嗯，我觉得不错吃。嗯，但是因为他忘记了我们的拉面，我们两个也忘了，我也完全忘记了。我是结账的时候才发现。对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下次再来吃啊。听说他们拉面手工拉面很好吃。那就下次再来吃。好，下次再吃，拜拜。赞赞。你夹得起来吗？你夹得起来吗？这标准的，人家吃米粉的话，收得起来那样。啊，夹得哦，那不是啊，那个。
是啦，哦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哦，我满六十就是夹到，夹到你夹中为止。好吵啊！他这个夹子很难夹。你现在是要拍台是不是？请勿拍打，拍打，摇晃台的行为。去新加坡找他的时候送的，这真的很好吃，被他们吃完了，吃完了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还有啊，谁？刘金德，就是可以看到外面的，什么？看到外面，对啊，看到外面，是吗？对，是啊，怎么看？我把你关在外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可以按吗？不要乱按，不要会有警报。你要叫那个骂的去，管理员。对啊。哎，我要拍下来，我要买。你要买什么？我想按外面的，看外面什么。我们家的吗？日本的，是台南的客，台北的客人说好吃，而且都没有，都不会很甜，都不会很甜。可是拍的很厉害，等一下我就哪里啊？我拍一下哪里？后面那边。这边。快没开哦。我们家这好热闹啊！哎、欸，你们过年也来我们家好了。我希望跨年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。很 Q 哎，亲们都很单身的都会来。快下去！我们家真的好热闹哦。哎、欸，老板，如果我们剩下一堆就是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有一堆哦，那再剩几个？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哇，剩八个耶！不是，那你呀、啊，你至少有生一个儿子，可以传宗接代。哎，老板，我们生八个是这样哎。老板，你再自己去生。看你啊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那个喝完了，这是压水的。压下去哦。啊，没水啦。没有水啦，你要压什么？有水的话，那给我擦干净啦。用坏。加上去。用坏要赔我。他说，今天有点累了，会有一点。